我收到了来自乐迪的快递，那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小童玩具，朋友们别急，马上开箱。哇哦，快看，是最新版的超级飞侠变形玩具。这是乐迪，这是小爱，那我们打开来看看。哇哦，快看，红色的小飞机，这是乐迪，现在是他的机器人形态。按下头部按键可以切换动画原声及灯光哦。乐迪加速，愿望小公主成功，愿望小公主程序启动，信号能量球，愿望小公主火焰能量，这个也太酷了吧。嗯，转动这个转头还可以积攒火焰能量。接下来我们来给乐迪变成飞机形态吧。乐迪变身完成，哈哈，非常的帅气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超级飞侠小爱，阿朵阿朵，锵锵，超级漂亮的粉色小飞机，它的名字叫小爱。转动螺旋桨可以切换语音及灯光。愿望守护者程序启动。哇，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小爱呢？这里还有他的水枪，这样他就可以发射水波能量了。我们的小爱也可以变身哦，接下来给他变形成为机器人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。喜欢记得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